这个球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高飞区相当的距离应该是够。接杀之后，球是往可给传给游击手，三垒跑者李磊起跑回来得分，超出高飞区相打的是第五棒的曹家渊，又追加了一分了，9-3，6分领先。嗯，基本动作做得很好。嗯。 这个已经是这场比赛泰安产险辅仁大学第3次的高飞牺牲打嘞，不容易啊！一场比赛有3个高飞牺牲打是相当。